根据视频证据，我们可以断定，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潘女士的婚内出轨行为，俗称偷情。我方认为，潘女士作为婚姻破裂的过错方，应当承担全部责任。我方的要求是，不根据婚前协定分割财产。陈班长，我的陈词完毕了。你血口喷人，这是伪证。好，你说是我就是我，我还说这是你老婆呢。被告律师有什么要陈述的吗？现在休庭十分钟。鲍律师，他们怎么会有那个视频的？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录的。潘女士，现在的问题是证据确凿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难办呐。鲍律师，我错了，反正接下来我全听你的。鲍律师，如果你能帮我打赢这场官司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多。潘女士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靠钱去解决的。30万，40万。50万，成交。双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要补充。被告律师，这个时候你有什么可以说的？我方认为，此项视频证据应当被视作无效证据，因为这个视频的取证是不合法的。这个视频当中的女人可能是潘女士，但是这个视频当中的拍摄环境应当是在潘女士的家中，也就是私人场所。而且这个视频当时拍摄的时候并未经得我当事人的同意，这本身就已经对我的当事人个人隐私造成了侵犯。且不论这个视频的真假，这就是对举证合法性的公开蔑视。我的回答完毕。综上所述，我庭现在宣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17条规定，离婚双方平等分割夫妻共有财产。咱首先要祝贺包大律师，人如其名，包赢。主任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不过这次也要特别感谢咱们潘姐，特别配合包大律师的工作。潘女士可跟我说了，给咱们多追加50万的律师费。潘总，这是真的吗？我是说了，官司打赢的话，我会多加50万，但是我也没说现在就给。包律师这次偶然发现了证据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，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偶然的事儿。那万一这个视频也是偶然拍到的呢？这。包大律师打赢这场官司，这怎么能说是偶然呢？对不对？人，包大律师，来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喝酒去。主任，我一会儿还得去接孩子呢，下次。接什么孩子呀？让弟妹接，真不行。你老刘呢？泡妞去了。哎，博哥，你看那，那蓝裙子姑娘怎么样？人家不错呀，去撩一下。哎他们过来了，啊！9点钟方向过来了。大叔，我姐姐想和你喝一杯酒，方便吗？扫电话。包哥，扫
电话。张文，哎，你跟他说什么？嫂子给你来电话了。您可真是日理万机，昨天你说好去接儿子，你人呢？今天律所有点事儿，走不开。走不开？你真把你自己当什么重要的大人物了？哪有什么大人物啊？嗨，就是吧，今天打赢了一个很重要的官司。重要，比你儿子都重要。看你怎么不讲道理呢？我不讲道理，我。丁丁明天放学，我一定去接他。包律师，我拜托你别把糊弄你客户的那套带到家里来。今天丁丁在学校等了你足足2个钟头，我到学校接到了丁丁，他还要在学校等你不肯走，说怕你去了找不到他。我已经对你非常失望了，可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让儿子失望了。老婆，我错了。包律师，你喝多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老婆了。王总，来。哎，老哥呀，这个官司你可一定要亲自帮我摆平了。您这事儿啊，我必须得帮您找一个业务过硬的律师才行。老哥，只要这次你帮我摆平了，我给你们律所参股，另外我再给你100万的诉讼费，你看怎么样？王总，就您这事儿包在我老刘身上了。包律师，早上好呀。早上好啊，看到你这个早上一定好。哎呦，包律师，听说你又打赢官司了，什么时候？指教一下小弟们。哪里哪里，你这不刚赢了你手上的案子吗？包总，需不需要帮你泡杯咖啡啊？好啊。你叫小王，小王不加糖。好嘞。我刘总，大清早的什么事儿啊？给你介绍个人，王总。王总，你是不是遇到财产分割的问题了？确切的说是，更准确的说也不是。钱这方面啊，我没啥意见，但是孩子必须得给我。王总是个好爸爸呀。王总，那你说一说这个具体的案情。就是王总出轨了，被他老婆现场给抓住了。撞见的时候除了你老婆还有其他人在场吗？事情是这样的。王总回来了。有点热啊。
老婆。哦，明白了。包律师，离婚，我不在，但是孩子的抚养权必须归我。我们家这个产业啊，是我老爷子一手创办的。老爷子说话了，我要是留不住他孙子，以后一个子儿也不给我留。那孩子呢？他对这块有什么想法吗？一个7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呀？不，王总，你可能不知道啊，现在很多的离婚案里头，这孩子的想法非常的重要。老爷子倒是问过他，没啥意见的。我能见见你儿子吗？小事。喂。来，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看，一问三不知。走，有点意思啊。王总，要是这么个情况的话，那你这个案子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包英，你要是能把王总这案子给我搞定了，我提升你为律所的合伙人。王总，来，这样咱们再聊聊细节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这一周亲子活动的主题是厨艺，大家记得回去跟爸爸妈妈说，周五一定要准时来参加厨艺大赛哦。好了，下课吧。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我妈妈做饭可难吃了。那你爸爸呢？我爸爸从来没进过厨房。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，下次多做一份给你。那就太好了。没问题。喂，静雅，那个我昨天喝多了，之后就一直忙到现在。爸爸，爸爸，我们后天要办厨艺大赛，你能来吗？没问题，丁丁，爸爸一定到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爸爸一定会来的。爸爸可以帮小二也做一份吗？我已经答应他了。行啊，小事一桩。那咱们一言为定哦。哎，丁丁，这样，你把电话先给妈妈。喂。喂，真雅，那个我昨天……没事儿，我就没把你的话当回事儿。孩子我已经接了，不过既然你已经答应了孩子，希望你这次别再说谎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咋了，包律师？您的前妻聘请了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大律师。有多大？是领我入门的老师。就这事儿？老师，好久不见。包律师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？哪里，我一直记得老师的教诲。我们开始吧。根据原告提出的财产分割协议，我方没有任何的异议，但是我方希望得到子女的抚养权，对方可以申请探视。对子女的抚养权，我的委托人不会做出任何让步，并依法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。对方律师，难道我们之间
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吗？怎么协商？协商之后你们会做出让步吗？当然了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共同让步。好啊，那你说说你们会做出什么让步？我是这么认为的，不管离婚双方如何，孩子他是无辜的。我建议原告从孩子今后成长的环境角度出发，谨慎地考虑一下。原告的职业是外科医生，平日里工作非常的繁忙，这收入，这经济条件上远不及我的委托人丰厚，所以我建议孩子先由我的委托人独立抚养一段时间，之后再转为共同监护抚养。一段时间，刚刚对方律师也说了，你的委托人经济条件十分优越，如果之后把孩子弄到国外，这个共同抚养又从何谈起呢？相信这点小伎俩包律师不会陌生吧，所以你的这个建议我们不会采纳。好，老师，那咱们就法庭见。法庭见。现在我宣布调解失败，择日开庭。老师，听说这次对方律师是在离婚官司上号称包赢不败的律师。哼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叫包叔呢。看来他真是您学生。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，看他这次胸有成竹的，好像挺难对付的样子。哼，一味的只知道钻空子。那老师准备怎么应诉啊？我自有办法。我们做司法工作的一定要脚踏实地，不能像他那样渐渐眼开，毫无职业操守。现在开庭。王总，今天怎么这么猴急呀？你慢点呀，轻点儿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从出轨这个事实来看，我们可以判断王顺一定不是一位合格的丈夫。我抗议。对方律师，我们现在是要解决孩子的抚养问题，您为什么一直抓着我的委托人跟原告的夫妻关系不放？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。王顺作为丈夫出轨，在家庭中他势必也不会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请原告律师提供相关证据。这是学校三年来家长会的签到记录，从来没有出现过王顺的签名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从不参加孩子的家长会，这足以证明了他对孩子没有起到应尽的责任。沈班长，我的发言完了。被告律师，我的委托人平日里工作非常的繁忙，这个家庭所有的经济支出都由我的委托人来承担。对方律师，您刚才所提出的应该是家庭分工的问题吧，并不能证明我的委托人不关爱孩子吧。我的发言完毕。我就请问一点，孩子在去年的生日聚会上因为玩闹而受伤，作为父亲王顺，我问你，你知道孩子伤在哪儿吗？怎么，你不会连儿子的生日都不知道吗？被告律师，被告律师，沈班长，我刚才说的是我还有重要的证明材料需要递交给您看，现在还没有到，需要等一会儿。还是没有人接吗？没关系的，丁丁，爸爸有可能在忙呢。
是爸爸答应过我的。沈班长，请您过目。这份材料是原告在医院的精神科诊断记录，根据这份记录，能够证明原告曾长时间接受心理咨询，可能恶化为严重的精神疾病。精神疾病？你之前怎么没跟我提过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哦，七年前得过产后抑郁，但是没几个月就好了。根据病情记录，原告确实患有躁郁症。我抗议！我抗议对方律师制造虚假病例，诽谤我的委托人。好，现在休庭，下次开庭请人证出席。静雅，包莹，我对你一忍再忍。我们离婚一年了，我以为你会为了孩子有点改变。今天丁丁找到了，我马上带他回我父母那儿去，你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还有，如果丁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工作，丁丁，丁丁，静雅。小朋友，你饿了？这么晚了，怎么一个人在外面？小朋友们说我骗人，我想出来找爸爸，告诉他们我没骗人。小朋友撒谎是不对的。那这样吧，叔叔给你一个诚实派蛋糕，吃了以后就不会撒谎了。丁丁没有说谎。那一个够吗？我再给你一个吧。不是饿了吗？你怎么不吃啊？我跟我爸爸一起吃。真是个乖孩子。你看，那是谁？丁丁，是爸爸妈妈。谢谢叔叔。爸爸妈妈，丁丁，你这个小坏蛋，你跑哪儿去了？那边的蛋糕店啊。都把妈妈吓死了。妈妈，对不起，下次再也不乱跑啊。丁丁，对不起啊。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？蛋糕啊。是给爸爸的吗？不给你了，让你骗人，骗子。妈妈，爸爸骗我，害得小朋友们都说我是骗子。好了，丁丁，咱们不理爸爸了，跟妈妈回家。爸爸，蛋糕给你，你吃了就不能骗人了。包莹，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。走。
把话都说清楚了，那位说燕普明白不明白？燕普也明白。师傅，今儿这账不能绿灯了。哎，我知道。我刚才说什么？啊？包律师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笑得真甜。要俩月要真东西就好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早上好啊，包律师。啊，听说你手上的案子马上又要赢了。行不行？请假请假。我说什么听得懂吗？一个弱智。包总，要不要来杯咖啡啊？不行啊，你这种无名小卒，谁还会记得你呀？子杰怎么没个把门的了呢？做个实验。黄医生，以现场材料来说，没问题吧？包女士，从临床上看，王总太太的病情啊，是十分隐性的。只要正常服药和正常作息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活的。你们这样做，确定没有问题吗？别废话！包女士，刻意夸大病人的症状，那是不道德的。你知道多少钱？问他要。现在开庭。现在有请证人出庭。您好，请问您是否公职于建德医院？是的。那再请问您是否见过当事人，也就是原告？见过。审判长，这里有一份书。没问题了，不会是刚才呢？这个证人坐到这儿，我花了10万块钱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你要整砸了，少了你一刀。李律师，王医生，根据我委托人的反应，他当时只是得了轻度的产后抑郁，为什么在这份记录中显示的却是重度的躁郁症？大部分心理疾病患者一般都不会提及甚至隐瞒自己的心理问题，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啊。我手中有一份当时医生为我的当事人开的药单，王医生，请你看仔细，这个药单是不是你开的？是的。那就奇怪了，这个单子上只是开了少量的麦普吉林，
这只是一种治疗轻度抑郁倾向的药物。王医生，为什么对症而不对药？如果我的委托人确实是患了重度的躁郁症，而黄医生又是在清楚病人病情的情况下没有开出正确的药物，那我是不是要说一声黄医生是一个庸医呢？我抗议。你抗议什么？我抗议对方律师威胁证人做引导性盘问。李律师，请就事论事。好，那就请黄医生解释一下这个药单吧。这都是产后哺乳的实际情况，而且我们当时建议患者也可以留院观察啊。实话，对于证人我没有问题了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对方律师。奥律师，我就想问你一句，以你多年的从业经验，你认为你出示的这份证据会被采纳吗？不能。好，现在休庭，两天以后进行结案陈词。包莹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就你小子这点小心思，直说吧。啊？是，没错，我是收了王总的诉讼费。怎么着？你小子想分杯羹？可以啊，只要你能赢，一切都无所谓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可别拿案子跟我开玩笑。主任，50万，我最多也就给你这么多了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你要敢把案子给我搞砸了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很快就在律师圈消失。我可不是李钱，好自为之。妈妈，今天爸爸来接我吗？爸爸这两天有事儿来不了了。丁丁啊，妈妈问你啊，这个学期结束以后愿不愿意跟妈妈去姥姥姥爷家住？那里还有很多新的小朋友可以跟你玩。好呀，那爸爸呢？爸爸他有自己的工作要忙，就不跟我们去了。那算了，爸爸还说要带我去游乐园呢。丁丁，快进来吧，上课了。进。豹哥，没事吧？他很丑。然后呢？我是个混蛋，我是个骗子，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马上就要放假了，我准备带孩子回老家去。啊？不是，静雅，我现在就准备过去找你呢。行，那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，过时不候。什么破软件？这打不到车，这……稍等！
小伙子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不客气，老东西。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交通这么拥挤的时间，也不知道你们老年出来凑什么热闹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是说吧，这个老不死的就是专门出来占用社会的资源。这孩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受的什么教育？大伙说说，这。你们这些人啊，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假装有素质，批评别人罢了。我哎呀！哎，你别着急，用车的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有病吧？让开！哎，拜，拜。你搞什么鬼？不是，我这不是打车打不到吗？坐公交车还让人赶下来了。你活该。是，我是活该。不是，静雅，你能别带丁丁走吗？你现在知道来求我了？那之前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干嘛呢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现在手头有个很重要的官司，哎，只要这个官司打赢了，我就成律师所合伙人了，哎，到时候工作就没那么忙了，我就有时间陪你跟丁丁了，而且我还能跟你复婚。谁要和你复婚了？你的事儿我不关心，我只在乎我儿子的感受。丁丁想去恐龙乐园，明天你带他去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可以吗？没问题啊，包在我身上。但是这样，我现在遇到一件特别奇怪的事。什么事儿？什么？哎，我给你做实验，你看着。美女，你长得真漂亮。是吗？你这个脸蛋儿从哪家医院长的呀？你再说一遍。哟，当街耍流氓被揍了？不是，我刚才去我就说，你看你脸蛋儿怎么长这么漂亮啊？从哪家医院长的呀？我说不了假话了，我就这么问的呀。哦。可能是你之前假话说的太多了，现在上天在这惩罚你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现在手头还有个重要的官司呢。那我，哎，行了行了，你的事我管不了。明天，恐龙乐园，别忘了带丁丁去。哎，不是，我知道丁丁讨厌我。你儿子不讨厌你。你知道那天丁丁回家跟我说了什么吗？他说他给了你一块蛋糕，吃了以后就不能再说谎了。别忘了恐龙乐园。哎呀，臭小子，还真有两下子。小蝌蚪游啊游，过了几天长出两条后腿，
看见鲤鱼妈妈在教小鲤鱼捕食。婷婷，就爸爸，去吧。爸爸，你是要带我去恐龙乐园吗？爸爸现在就在恐龙乐园里哦。哎，婷婷，爸爸问你个事儿啊，你之前给爸爸吃的那个小蛋糕是从哪里来的？从蛋糕店啊。是你家蛋糕店啊？我忘了。那你给爸爸吃的这个小蛋糕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啊？那个叔叔说吃了就不能说谎了。这样，一会儿放学的时候，你就带爸爸去找那个叔叔，要解药好吗？什么解药？解药啊！他就是解药啊！我不想让爸爸再说谎啊。那个，婷婷啊，你看，爸爸撒谎呢也是迫不得已的。嗯，不行。婷婷，爸爸发誓。我以后再也不对你说谎了，好不好？那之前你看，那咱们不说要是恐龙乐园吗？对不对？等爸爸这次忙完手头上重要的工作，爸爸就带你去，好吗？婷婷啊，其实吧，你看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所有的实话都是好的，那也不是所有的假话都是不好的呀。你看爸爸有的时候撒谎，那不也是为了帮助别人？我不管，别人吃的是别人的，但是爸爸不行。我，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我就是个那么糟糕的爸爸吗？我是个糟糕的爸爸。丁丁，上课了。爸爸，你以后不要再说谎了。律师，你的陈词我看过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主任，你怎么能私自看？年轻人嘛，为了上位，得使点那个小伎俩，这都情有可原。只要你有能力，你能帮我打赢官司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不是，主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戏精，专业，你绝对是专业。哎呀，很累。只要你把这个官司给我拿下了，我立马提升你为咱们律所的合伙人，而且我每年给你10%的红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王哥，你找我，来的正好，来的正好啊！王大律师，咱这样，咱们一起，我正要请包律师去放松放松，啊，走，一块儿放松放松。对，走。哎，小王，泡妞呢？又不泡妞去？啊？哥，喝喝，上厕所啊！哥，去厕所接着喝。
下巴好多钱了，一切都好了。这个门怎么关着呢？这个减肥药真的很管用呢，一颗吃下去啊，能把前两天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呢。这么厉害啊？那你推给我，我也回去试试。嗯，我先出去了哈。好。那个，我想问你个事儿，我就是最近啊，胖得比较厉害，我就想问问你怎么能瘦下来？吃减肥药呗。哈哈，那你能给我点吗？你们俩喝一个呗。姑娘，我不是过来搭讪的，那不行，你卖给我点。喝完这杯酒，去我家拿呗。行。马桶上了，老娘昨天晚上我一人独守空房，哎，喝多了，哼，我觉得呀他是有问题，他可能真的是来要减肥药的。中年危机的男人不都很注重自己的身材，啊，是不是？哼，哎。谁？我八哥。啊，进来。八哥，哎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我今天，哎，不是，宝贝儿，
有事直接说。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消息，就是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案子。我其实我有一点小小的想法，就是一点小小的想法吧。那不是，你直说。我觉得王总真的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从司法层面来说，孩子就不应该判给他。等会儿，王文啊，你是让我背叛咱们的委托人？不是，王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就把他当成是一桩生意吧。那算了，我现在我也不一定打赢这场官司了。包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儿子给我吃了一块不能说谎的蛋糕。不能说谎蛋糕。包哥，你是不是病了？不是，你怎么还不相信呢？不是，这样，咱做个实验。你问我问题，啊？问啊！快点问。前段时间，我申请为朱莉律师，你说是老刘不同意，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？他，包哥，包哥，不是，是我不同意。你是我的手下，我怎么能跟你平起平坐呢？包哥，你这玩笑开的。去年我介绍了一个离婚的案子，你说事成之后给我10个点的分成，后来这事儿黄了，你说是因为老刘把钱吃了，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？不是我。不是，大本啊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，听我解释，还是别了吧。包律师，你觉得李武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又胖又蠢，还贪财，之后暗恋一个整容脸的钱的小妹啊！整容脸？我只不过是稍稍动了下鼻子，好不啦？我哪里有啊？包律师，我整容的事情到底是谁造谣的？李姐说的。什么？我可什么都没说。包律师，你可千万不要满口胡说。要说这个事儿啊，还是我那天看到小李跟小五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听到的呢。小五和小李吃完饭以后还去酒吧了呢。什么？你竟然跟他们一起去酒吧？你关你什么事？但是我的。包律师，你们太过分了！你们保洁员会有人这样？哎，包律师，跟刘主任说，一切都搞定了。王总啊，要不行咱们就调停吧。调停？从一开始你告诉我这一切都没问题，咋的现在怂了？我拿这么多钱跟你玩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事儿你要不弄砸了，你们律所和我们公司所有的合同我会全部终止。看着办吧。现在开庭。我方。既然包律师没有什么可陈述的，那我们就走最后一个环节，征询孩子的意见。什么意思？又怎么了？我憋不住。休庭15分钟，快去快回。包律师，15分钟。谢谢沈班长。对面给你多少钱？我给你2倍。主任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现在连那个稿子我都读不出来呀，我说不了，说不出来，读不出来。你读不出来可以念着，行吗？我念不出来。喂，包赢，包赢。这是你几年前背叛李谦，我们签的合同，
你要敢把这案子给我搞砸了，你信不信我马上把他公布出去？你这律师就干到头了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能赢官司，一切都无所谓。我提醒你啊，你要敢把案子给我搞砸了，我让你很快就在律师圈消失，好自为之。包律师，好心情啊。怎么是你啊？我是李律师的助理，我叫 Manny。我知道。包律师，其实我特别理解你。你理解我？对。我这儿有一份东西，我想应该可以能帮你打赢这场官司。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需要机会，需要钱。而和您当年一样，我也受不了李前那个老古董，还偏偏爱教训人。那你怎么帮我呀？这是李前委托人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好，有什么要求说。我和你们刘总已经通过气儿了，如果因为我的材料打赢了这场官司，我分你律师费的一半，而且我要成为贵公司的主理律师。钱的事儿好说，主理律师的事儿找刘总吧。我肯定是征得刘总的同意之后才来和包律师您谈的呀。包律师，咱把这个签了吗？别那么老古董嘛，庆祝一下，咱们马上就要成为合作伙伴了。爸爸。哎呀，静雅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哎，静雅，别，静雅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等妈妈一下。静雅，小朋友，过来。静雅，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姐姐给你放歌听好不好？你听我解释行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而且最近我压力特别的大，你能不能考虑下我的感受啊？你别那么自私行不行？自私？我为这个家，我为儿子，我付出了多少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自私？你有为儿子想过吗？你有考虑过儿子的感受吗？我就是考虑儿子的感受。我还得考虑你的感受，考虑你爸的感受。说咱俩的事，你又提我爸干嘛？我能不提他吗？天天说我没出息，没出息的。我这么努力的工作，不就为让你跟丁丁有个好的环境吗？他们在吵架吗？他们没有在吵架，他们闹着玩呢。可是他们声音好大。所以咱们不能学他们，咱们继续听歌好吗？嗯。从来就没有人看不起你，这么多年。我在乎过你赚多少钱吗？我就是希望你能多抽一点时间陪陪我跟儿子，多对你的亲儿子上一点心。可是你连这个你都做不到。我怎么才算上心？我怎么做才能算上心呀？好了好了，我现在不想再跟你多说了，我会带儿子回我父母家住一段时间。我今天过来原本也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的。不是，这样别啊，你再给我次机会行吗？啊，下午我跟丁丁去恐龙乐园，恐龙乐园六点就关门了，这算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不是，丁丁来。四点，恐龙乐园。包律师，
我走了。爸爸，你还记得恐龙乐园吗？好，这样等爸爸忙完几天工作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骗子，妈妈爸爸骗我，小朋友们都说我是骗子。老杨，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。下面继续开庭，有请王苗条小朋友出庭。王苗条小朋友，爸爸妈妈要分开住了，你是选择跟爸爸住呢，还是选择跟妈妈住？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既然如此，下面进行结案陈词。根据我手中这份资料，上面有着学校历次家长会的签到记录，记录中我们只能看到我委托人的名字，无论是上学，对孩子的教育，甚至到医院去给孩子看病，孩子的父亲都没有出现过一次。我们无法判断王总是否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，但我可以断定他一定不是一位合格的父亲。一个七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呀？我要是留不住他孙子，以后一个子儿也不给我留。王苗条小朋友，不要怕，大声地告诉大家，你想和谁生活在一起？妈妈。包阳，干啥玩意儿？审判长，这就是我的结案陈词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，本庭现在宣判，子女抚养权归母亲所有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觉得孩子不能跟这样的父亲住在一起。恐龙乐园在那边。豹哥，豹哥，嫂子票已经给他买好了。豹哥，其实我一直特别崇拜你，想成为你这样的律师。算了吧，豹哥，你当不了好律师，我也是。你的也买好了，快去吧，六点就关门了。哎，走了，把嫂子追回来，放心吧。恐龙乐园水球大战马上要开始了，获得奖项获得我们的精美纪念品。来来来，大块往里进啊，十块钱一张，十块钱一张。哎哎，静阳，静静，静阳，
妈，爸爸来了。老婆，我再也不撒谎了，我就是个混蛋。我没想到我的谎话会伤害到你。丁丁，你爸他说什么？他说他是混蛋。什么混蛋？都是狗屁！救命啊！我好怕呀、啊！我们家里长长脾气。我们家人就要长点脾气的。爸爸来我怎么骗你了？你说我考试考过90分，你把妈妈找回来了。那我们买完面包就去找妈妈，好吧？来。来个面包。嗯，好。包哥。张文。包哥，你真的不当律师了？是啊，有你这么好的律师，哪还轮到我呀？宝哥，你又挤兑我。哎，媳妇儿，我吃一口就回去。哎，好嘞。那送给你。谢谢宝哥，那我先撤了，回头聊。